爱情只不过是一系列的化学反应而已。我是今天的男嘉宾康复国。帅帅，帅呆了，欢迎您。您这个一身穿的立正呢，往这一站，我觉得非常打人。不知道咱们密室里边女嘉宾啊，对您啥印象？咱听听行吗？好，好嘞。来，密室女嘉宾对咱男嘉宾第一印象咋样？男嘉宾，我就一个字儿，帅。哎呀，俩字儿呢？俩字儿更帅，更帅。是是。仨字儿呢？仨字儿帅呆了。哎呀，上升了一个档次。哎，你咋这么冷静呢？经常听别人夸你帅呀。哎呀，不错啊，咱二号女嘉宾呢？男嘉宾非常这个有气质，有气质，对，很有修养。有修养这事儿是怎么看出来的？因为他很立正，很干净，很整洁。啊，从这个衣着上面就能看出来，应该是个有修养的人，很注重生活品味，是吧？是的。他说的对吗？差不多，谢谢。太懂我了。来，三号女嘉宾。男嘉宾是不笑挺帅，笑了更帅。哎呦，旁边没看着啊。来，您笑一下我看看。哎呀，笑一下有酒窝啊。哎呀，别说不好。